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倒车影像的一个情况，包括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倒车雷达。啊，可以看到，已经黄色已经提示，黄色已经提示，啊，说明已经靠近，很靠近这个障碍物了。啊，同样我们也可以，我们挂入 P 档以后，啊，我们是秒切，基本上挂入 R 档以后，基本上大概反应在一秒以内就可以切换出来。我们挂入 P 档或者是 D 档以后，也是立马返回。